杨立功，你是不是跟你讲白贼啊？又跟你讲我骗啊？妈，你莫听这后辈乱讲啊！涨股市大盘是无好，啊，不过规个市场的股票拢遐尔侪起，总是有会落，有会起啊，迄拢无一定的啦。所以你买的迄支真正有起？这下我真正无讲白贼啦，你相信我嘛好，唔相信嘛好，我买迄支股票真正有起，而且阁是涨停板呐、啊。你讲就知影，家己做唔着代志啊！而且这股票嘛无赔钱啊，你就莫烦恼啊！叫你讲，把这股票卖掉，家己赚底红就是啊！知影家己做唔对啊，以后就莫阁烦啊！即届你有赚到钱，算是你好运。买股票就甲跋筊同款，今仔日有起，无得靠明仔载就落价啊！迄只毋是跋筊咧，是投资啦。而且哦，我嘛毋是凊彩买，好无？我研究过。研究啥啦？啊，你就是学人咧看迄啥物大盘，啊，搁听迄股市大师报名牌尔。你敢真正有去了解每一支股票？我是学生诶，较早上课诶时阵，老师拢有教过。台湾诶股市环境还搁无够成熟，就是一个浅碟市场，就无稳定诶。有真侪人拢是一下杀进，一下杀出，这毋是叫投资，这叫投机。你只是学过一挂理论，你根本就无家己算过股票啊！莫计较家己足够，搁安尼假死我。杨立功，我是好心甲你考劝的，甲你做唔到代志，搁遐尔侪理由。我才无需要你加报咧。好啊啦，你这样做唔到代志太多，妈咧烦恼，搁对你指大细声。唔免生气啊，好无？我知我做唔对啊，请你原谅我。我也唔敢，我保证哦，我唔但把迄20万摕回来，阿春会加赚的，嘛会全部交予你，予你去做一间更加好的店面，安尼好无？唔免，我唔敢想。那安尼嘛，我要安怎做，你才肯原谅我？看我是要创啥？你个人做呀，个人担，你家己想办法。南妈，你甲我拍，就像我细个时阵哦，无啥功课安尼，你甲我拍，拍到你欢喜为止。即届哦，我绝对袂微袂闪，我著坐咧麦顶当。妈，敢讲爱我求你，才愿意甲我拍？我知影你昨暝拢睏无好，我嘛同款啊。我一个人窝伫楼梯下哦，足冷的，足枵的，啊，我搁一直做噩梦，四界拢暗蒙蒙，我拢看袂着。我真正足惊的，我足惊的啦！妈，无安尼啦，即届哦，杨立功这么超过，搁这么无听话，我来教伊。唔免啦，妈，你是不是唔敢立功啊？我哪有可能唔敢？我无一关后生啦，凭大教伊。哥，这嘛是要安怎啦？先要安怎？你唔是讲你楼梯面足冷足枵的，睏无好，你去洗洗休困啦。等下去补习的时阵，顺便把股票卖掉，知无？啊，唔过，好啦，那安尼我先回去房间整理一下。你讲着知影家己做唔着代志啊，嘛答应把这股票卖掉，你就莫生气好无？打电话给王罗生啊，叫伊三天以后来咱家提钱。哦，我知。你讲母子出啊？我来巷口买嘞，早顿顿个食。妈，我来啦。免啦，你等下爱上班，爱整理呢，我来就好。
这个人你讲，真正是唔知影死活，明明知影迄二十万是要摕去行人，甲玉佩收转来的，你竟然搁到不接出。我若是骂哦，我就让伊伫外口流浪三天，不准转来。看以后搁到安尼做。这你讲哦，只个犯这款的错误，啊，还让伊食着一寡苦啊，让伊得着假死以后，莫管恁伤害妈的心啦。你搁无了解你讲的个性哦，伊就是记性无好啦。细汉的时阵不爱写功课，倒一届毋是骂用拍。后来是你甲降度读册，啊若无，伊连小学拢无法度毕业。姐啊，啊你人伫我的房间，搁这么大声讲我的歹话，你是把我当作死人哦？你不是死人，你是罪人。是是是，我有罪，我活该被你这样碎碎念。啊你是打算要念多久？我有你一点钟够够。哥，你看啊，是谁讲白菜搁偷提钱？我刚念几句尔，伊搁安尼应出应进。我偷提钱是我唔对，啊，不过你着无讲过白菜话骗嘛是？咱妈咧鼓笑皮无尾啊！你我安怎？我安怎？我冤枉你是嘛？若无你讲啊，妈一开始是毋是根本就唔知影你偷偷啊甲家己的主管约会？你敢讲哦？你唔怕了过嘛生气啊？你讲，袂当这样态度甲恁姐讲话啦。小英交男朋友是伊自由，我不讲伊袂当断断来啊。啊，不过是向姐真安尼嗯嗯呀呀，唔够妈知影，该我做伙哦，该斗三工替伊温暖。我敢是存心要温暖妈的，你明明知影我有苦衷，跳过安尼去。不管怎，这个予你一个假死，人无信不立，你犯这款错，唔那伤害妈的心，嘛伤害你家己的。哥，希望你会当认真检讨你家己，同款的错误，莫去犯第二届，你敢做会到？我知影。好啦，今麦上重要的就是讲，伊个股票卖掉，家己钱哦，幸福嘛，嘛才会当幸福陆生阿姨。若无伊即世人永远无法度面对陆生阿姨，知无？自从爸离开了后，嘛上看重的就是尤家的名声甲尤家的面子。你搁敢不接触？还骂这样歹看。好啦，我知影，我会检讨我家己，以后一定会改啦。去把股票卖掉。啊，今麦搁早的，时间还袂到的，上无爱等到九点才开盘啊。对啊，那是开盘的时阵，你的股票就落价啊，是安怎？无可能啊！我买迄个股票哦，最近偌穿的咧，就算一开盘就跌停板哦，啊嘛比我一开始买的时阵价钱搁较悬啊。安尼就好啦，即马上要紧就赶紧把这二十万摕倒转来，交你处理，回去上班啦。好，好啦，然后咧，你紧去保护你家己哈。嗯，啊，你搁看我创啥？你毋是嘛爱上班？紧去换衫做准备啦，紧去，紧去，啊，去去去去去。杨立功，你真正知死啊啦！这下哦是要安怎才好啦？欧巴。